世界上第一部电脑是怎样的？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设计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期。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在为创造一台能够自动执行计算的机器而努力。然而，根据公认的历史记录，世界上第一台可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电脑的机器是由美国的阿兰图灵 Alan Turing 在二战期间设计的。这台机器被称为科尔斯顿 Mark 1 Colossus Mark 1。 科尔斯顿 Mark 1是一台用于解密德国 Enigma 密码的电子计算机，它在1943年至1944年期间被建造出来，并且使用了大量的真空管和其他电子元件。这台机器的建造过程是由英国密码学家和数学家团队主导，包括比尔麦科森 Bill Tutt 和托马斯贝瑞 Thomas Flowers 等人。他们的工作和设计对于后来计算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根据公认的历史记录，阿兰图灵和科尔斯顿团队可以被认定为设计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主要人物。他们的贡献不单止影响了当时的战争，还为后来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果你都喜欢这段片的话，记得 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啦，还可以留 comment 给我们，记得按个钟仔喔。